山东大集的清真羊肉汤早酒摊，哇，看看啊，这么多人在这吃饭了啊，喝羊汤的，哇塞，啊，这个大羊腿，哇，太带劲了，看这个大羊腿，羊排，哎呀，老板，这个羊汤是怎么卖的？车费好了吗？车费？284，这个美女有点不好意思了。嗯，老板。那个什么80什么40，羊肉80，羊杂40。哦，羊杂40吗？哎，到了吗？哇，这么便宜啊！给我来一份20的羊杂，咱们尝尝啊，这个羊杂是什么味儿的啊？就是天天吃羊肉汤啊，然后吃羊杂很少，我感觉这个物价非常感人呢，40一斤啊，这是鸡精啊，哇塞！20羊杂。对啊，来个20羊杂。啊，这边是大锅啊，炖的羊汤，你看啊，煞白啊，哎呀，哦，这边是那个羊杂，啊，哦，哇，这些是半斤的啊，啊，对，你先给他们来，我不着急，啊，10块羊杂，哇塞，这个羊杂里边都有什么呀？羊肚、羊肠、羊脸、羊肝、羊肺。哦，肚肠、脸、肝、肺啊，都有啊，哇！咱这个羊汤摊做了多少年了？不早，快20年了。我看你这个年纪也不像做20年了。俺爸干妈干时间长。哦，你是小老板。对，我是小老板。啊，那个不上镜那个美女。那个是老大。啊，这是老大，咱吧有老二、老三，我是老三。老三，全家先哦，你家孩子挺多。五个孩子。对。几个姐姐，几个弟弟妹妹？我有两个姐姐，一个妹妹，一个弟弟。哦，就四个姑娘，一个儿子。对。哎呀，哇塞！你父母这是好起来了，这么多孩子，享福啊。享福。哈哈。啊，哪个是我的？啊，你这啊，就你，给切还没切好。哦，行，这是舌头，哇，这个是切的舌头啊，大姐给切的。大姐多大了？24了。24。对。啊，你多大？18。18，哦。哇，好啊，这个是我的啊，20块钱的羊杂半斤呢。这一大锅，哎呀！啊，羊血是怎么卖的？羊血免费送的。呀，羊血免费送的啊，鸡精、味精、盐，这是胡椒粉吗？啊，哇，神秘小料搞里头。哦，羊血还送的，哇，这也太实惠了啊！这个是物价的地板砖了，40一斤，太便宜了，物价感人呐！啊，放点葱花香菜，哎，葱花香菜搞里头啊，还撇撇血沫，哎，好嘞，20块钱一大碗的羊杂汤，哇塞，看看啊，这么多，哇，太多了，这个属于是这个。物价的地板砖了啊，这个价格太奥利给了啊，还有羊肉，哇塞，嗯，可以啊，这羊汤是这种这个白汤啊，汤很多，哇，也挺鲜的，再来点辣椒，辣椒快没了，哎呀，来点辣椒，好，谢谢大爷啊。再来点醋啊！哇，好，现在再尝尝看啊！哇塞，哇，更带劲啊！酸酸的啊，感觉，嗯，哇，咱们到山东临沂了，就喝点这个当地的品鉴沂蒙。